爱在手里解的。罗志祥日前演出综艺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，其中一项游戏是限时一分钟内要偷打旁边两人的腿，而罗志祥再次展现游戏王的实力，在一分钟内总共偷打了39下，两旁的焦麦琪和杜海涛的腿被打得红肿，表情相当痛苦，不禁让网友看得哈哈大笑。红彤彤，红彤彤，红彤彤。